姑娘，你到哪儿去啊？我奉我爹之命出城运草药。走吧。驾！师父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为了玉娃，为了冬雨，为了你我，为了实现你的王道思想，为了下一代的幸福，这个任重道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 驾！你要做什么？在林子内机关重重，没事的话，你不要乱闯进来。下回再让我碰到。 我不会放你回去的，桃儿。哎，桃儿，爷爷，你是怎么了？这个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好在他有功夫底子，练就一身的好体魄，否则失血这么多，早就丧命了。桃儿，去把爷爷调制的外伤药拿来。 什么人用的？药，当然是给病人用的。病人？想不到范姑娘还会骑黄金兽。不知道哪一位玉体为何？范爷爷，是谁？是徐福，徐博士的病人。因为徐博士不在，所以徐姑娘就把他带来家里医治。 病人现在何处？在。今日搜捕叛党行动中，曾有一名叛贼负伤而逃，范姑娘不介意在下看看这位病人吧？不介意，请随我来。 徐博士，万大人也在此啊！万大人说，在这搜捕行动当中，有叛贼负伤而逃，所以万大人想看看徐伯伯的病人。哦。
万大人是怀疑徐某与叛党勾结。啊，不不不，徐博士您误会了，在下只是职责所在，对可疑之人做例行的检查。好，万大人既然觉得徐某的病人可疑，请检查。病人可疑，我这个身为大夫的又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？也罢，明日上书陛下，蓬莱求仙丹之行，另请清白之事吧。徐博士言重了，万里当然相信博士的清白，多有得罪，下官告辞。请。小秋，快去看看。哦。范先生。是他。范先生。小女不懂事，给范先生添麻烦了。一个姑娘家能见义勇为，实在叫老夫佩服。再说这个人该救该救啊。先生可知道他的底细？他确实是叛。是又如何？他比我们多了勇气和胆识。我们选择离开为的是家人，他选择歼灭为的却是黎民苍生啊。这种人不救，咱们救谁呢？好在徐某有个博士官的头衔，否则刚才的后果真不堪设想。玉娃袭回书有反清文字的竹简玉帛，想必都与他有关。我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唯一的骨肉为他而送命？徐福，眼前现成的一条路，难道你没有想到吗？啊，带玉娃跟冬儿齐赴蓬莱，一起走。嗯，一起走，假求仙丹之名，行迁徙蓬莱之时。回去以后，我就积极的筹划这趟蓬莱之行，就算为迁徙大业铺路吧。但是徐福尚有一不请之请。请说。只要老夫能做到，一定义不容辞。徐福出海期间，小女育娃，烦请范先生代为照顾。徐福，你如此信任老夫，老夫还有什么话说？老夫答应照顾育娃就是了。多谢范先生。王天发，臣在。快点，快点！
这琅琊台还有多久可以完工啊？若挑灯夜战，再花一旬时间当可完工。好极了，琅琊台完工之日，朕要亲登高台，逐层游行。朕要在台上亲自为徐福送行，眺望他远赴东海。朕还要在这琅琊台等待徐福取得仙药归来。彩东你就走了。长城迟到，皇宫皇陵事儿惊人，再加上这个琅琊台，朕要朕的大秦帝国不仅国富兵强政通人和，更要创建万世基业，享万世英名。愿陛下万寿无疆。若非朕亲自督导，孟连发，臣在。这琅琊台何时才能完工啊？这陛下英明。朕决定做的事没有做不到的，朕想得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不可，若无此气魄，如何统治天下，如何成为大秦的始皇帝？启禀陛下，琅琊台日夜营造，使用之劳役十分劳苦。的确是辛苦，竣工之日朕自有奖赏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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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王，爷爷跟你说的，快去买这些药材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你帮我把码头摆上去看看。好，来。焙烧得很成功，爷爷来帮你完成这批真正的乌龙啊。启禀陛下，徐福徐博士求见。徐福，臣在。出海蓬莱之事你可准备妥当了？回禀陛下，臣已拟妥计划，今特来呈与皇上过目。臣上来。是。
斋戒沐浴，楼船六艘，壮汉百人，悉足够之粮食武器。想得周到，想得周到。徐福，臣在。如果这些东西准备好，你就可以启程。只要东西齐备，臣随时待命出发。好极了，朕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一旬之后，琅琊台竣工之日，你率领取药团团队出发，朕要亲登琅琊台，为出海的船队送行。是，传令下去，五日之内备妥取药团所需物资，不得有误。是。谁？我啦，快开门啦！哦，累死我了。爷药这种草药还真难找，搞得我两条腿都快断了。哎，你不帮忙接下这些东西，那么急着关门干嘛？不关门，等着再被抓进大牢啊！你是怕那个姓万的再来找麻烦？嗯，以前咱们是清白的，他怎么找茬我都不害怕。可是现在，你是说那个磨刀的？我曾在密洞见过他，他是叛党同伙。只要你不说，没人知道。而且那个姓万的已经被徐博士吓跑了，不会再来的啦。可是，如果他们来运陶马，发现了他身上的伤就是刀剑之伤，那么他们就知道他是叛党同伙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对了，我在街上听说啊，蒙天放前两天啊，为了护驾受伤了。啊？蒙天放。他醒了，他昏迷了三天三夜，现在终于醒了，爷这有一套。王秦国，王秦国，生可死，生可死，志不灭，志不灭。小球，嗯，你还记得那幅画里夹层里写的是什么字吗？这几句话嘛，那枚玉牌可能是他的。你说什么？如果那枚玉牌真的是他的，那么我就是他的戴罪羔羊，所有加诸在我身上的叛党之罪都应该是他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怎么会那么巧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为了洗刷我的罪名，我只有这么做了。小球，我先出去一下。你上哪儿？爷爷如果问起，就说我去买线了。哎，郎中令的伤势恢复得还真快，才两天的功夫，伤势就复原了。这是御医的医术高明。皇上有旨，要用最好的药为郎中令疗伤，所以大人的伤势才复原得这么快。多谢御医。那告辞了，大人请留步。送御医。是，御医请。
大人，外面有一位姓范的壮士求见。姓范的壮士，大人既然不认识，我就叫他们把他打发走。慢着，你有没有问他何事求见？好像说是为了玉佩跟陶马。玉佩和陶马？范，姑娘为何如此装扮？我有药师相告，这样方便些。你为何如此紧张？莫非又出了什么事了？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做。我考虑了三天三夜，我真的不想害他，但是又不得不为家人着想。究竟有何事情让你如此困扰呢？说出来，也许下官能替姑娘拿个主意吧。我怎么那么冲动？我告诉了蒙天放，他只有死路一条，玉华绝不会原谅你。但是，这是唯一彻底洗清东儿罪名的机会。范姑娘。我想来取回我的玉佩。玉佩？哦，玉佩因我而断裂，可否等寻到技艺高明的玉匠修补完成之后再送还呢？其实我想来告诉你，董儿和桃儿都是清白的。我已经找到那玉牌的主人了。他怎么样？他伤得很重，可能已经不久于人世了。他怎么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必须让所有人相信我跟我家人是清白的。我之所以被释放，没有其他理由，只是为了还我们清白。哎，我可以证明你们的清白，但是你必须告诉我，他究竟在哪里呢？不，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就不应该再问这个人在哪里。更何况他已经奄奄一息了，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这么做。范桃儿姑娘，你先到前面亭子等我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哼，你为什么不干脆问我，听到些什么？或看到些什么？好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有任务要交给你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来此的目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皇上要去探你的病。什么时候？八成已经到了吧？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启禀皇上，蒙大人不在房内。不在。御医明明说他正卧床疗养，怎么会不在？送给东儿的玉佩怎么会断裂了？怎么会在蒙天放手？这陶像塑的明明就是东儿与乌龙，但是东儿已死，这两样东西究竟隐藏了什么玄机？蒙天放是否有事隐瞒着？
怎么会和冬儿扯上关系？臣万天望叩见陛下。隐身。谢陛下。天望。臣在。你带伤之身，不卧床疗养，上何处去了？臣只是四处走走，输送输送筋骨。王臣，此乃上好的野参，赏给你做补身之用。琅琊台竣工之日，取药团出发，可少不了你这位郎中令啊。多谢陛下。恭送陛下。关于那个陶朔，这指的是你找的那位公师所送的陶马，何时可以运回？回禀陛下，已经可以运回。好，尽速运回。朕要好好鉴赏一下这一流公师的手艺到底有多高明。是。这是哪来的？做得蛮不错的吧。万里，明晨你去范家将陶马运回。另外我要你搜捕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一名身受重伤的叛党。在范家？应该是。是。另外别忘了跟范姑娘道歉。道歉？为什么？你两次错将人家当成叛党，难道不该道歉吗？我启禀大人，圣上传召，宣万大人觐见。不要担心，我相信你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把你从牢里放出来呢？况且我也曾说过，像你这样的姑娘绝不会是什么叛党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来伤害你的，我会像保护皇上那样来保护你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我也知道你一直在暗中保护着我们，照顾着我们。我不知道怎么回报你。我听说你受伤了，我特别带了刀伤药来，这是爷爷特别调制的。李，你追随郎中令多久了？回禀陛下，从投身军旅即和郎中令共事，如今已有10年了。
既然一直共事，为何他是郎中令，而你只是他下面的一个业者？这万里奴钝，才华不及郎中令。才华不及郎中令，那为何歼灭叛党的是你而不是他？为何他连一个小小的公益都挡不住，而让自己受了伤？朕看他进来精神恍惚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也许因为凡物较多，分身乏术所致。是不是看上了哪家的姑娘，又不便表白？说出来，朕来替他做主啊。感情之事，臣从未听郎中令提起。那么，那尊陶像是谁所塑？又是谁送他的？这臣不知道。哼，愚公，你是他的亲近部属；于私，你是他的通差好友。为何他的事情，你竟然一问三不知？微臣该死。朕现在不会让你死。蒙天放为朕身边的近臣，朕即将朕的安危托付于他，他的情绪，他的一切，我这个做主子的焉有不知之理？从现在起，朕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。对于郎中令的一举一动、爱恨情仇，你都必须了如指掌。朕随时问你，你随时回答。如果再像刚才那样一问三不知，那才是你该死的时候。微臣领命，微臣遵旨。你总算醒过来了。老张，我怎么会过来这个地方？哎呀，除了这儿还有什么地方敢收留你呢？壮士何方人士？邯郸。老张还想知道些什么事情？茅盾乃无父无母、无国无家之无根之人。除了这个牌子之外，其他的一无所有。壮士难道没有兄弟姐妹？我曾经有一幼妹，不过已在战火中失散。如今怕已不在人间了。不，你并非一无所有，你还有个自幼失散的妹妹，只是遭难莫寻亲，现在老夫怎么能让你们相认呢？啊，多谢老张你相救之恩，不便叨扰，在下告辞。你醒了，范爷爷，你的医术真是高明，难怪冬儿能起死回生呢。原来是你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的。
要不是我跟小球儿及时把你送到这儿，你早就没命了。为了要救你，还差点连累范爷爷。矛盾这条贱命，实在是不值得各位冒险相救。天不生无用之命，毛壮士，留得青山在，还怕没柴烧吗？各位的救命之恩，矛盾无以为报。救你岂是为了求恩报？切记，只要你们不要灰心丧志，黎民百姓才有希望。范爷爷，玉娃，你带来什么好吃的？还不快拿出来！毛壮士啊，一定是饿坏了。不用，不饿。范爷爷，我不知道他醒了，我从家里的厨子里面拿了一些鹌鹑来，我是要拿来给你们吃的。行了，快拿到厨房去盛一碗给毛壮士吃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这孩子啊，虽然是任性，但却胆识十足，他能够不计一切的救你，表示你让他服气。哎，要是他知道他父亲即将远赴蓬莱为始皇求取仙药，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呢。冬儿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你到底去找谁啊？快说嘛，人家等你一个晚上紧张的半死，半条命都快没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再不说啊，我看连剩下的半条命也要急死了。你让我把这身衣服换下来行不行？行。桃儿，你怎么那身打扮啊？没你的事，你少管了。哎，我好心从我们家带鹌鹑给你们吃，你干嘛那副嘴脸啊？小球儿，没事了，小球走。我这副嘴脸难看，是谁让你来看的？还带着一个祸害来？你别以为你老子是博士官，你就可以仗势欺人。如果早知道他就是害冬儿被关的那个叛党，我才不会帮他去偷车，还帮你把他扶到我们家来。我们这家三口还不够倒霉的，到狼爷这一路上发生这么多事，现在好不容易可以松口气，你又给咱们找麻烦。行，这一次啊，咱们就来一个斩草除根。小球，斩草除根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去报官了吧？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我只是去洗刷我的罪名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为什么我要假死？为什么要被特赦？为什么要躲躲藏藏、偷偷摸摸的呢？你真的去告密了？你已经是无罪之身，你已经自由了，为什么还要陷害一个义士呢？哎，徐玉娃，你也太自私了吧！你的叛党受了伤，就成义士，就该救；咱们清清白白的百姓，就活该倒霉，替他顶罪，替他去死啊！你知不知道，当初冬儿捡到那个玉牌就是他的，他才是叛党贼寇唯一逃脱的漏网之鱼。他们把罪归在冬儿身上，冬儿为什么不能去澄清？好，既然要澄清，就澄清个彻底。你们可以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；你们可以出卖我的朋友，我也可以出卖范冬儿。哎，你凭什么可以一口咬定冬儿出卖了他？他过敏的这些天，试着为他煎药服药的，要不是我们，他早就一命呜呼了。他现在好好躺着疗伤，你居然没有一句好话，借以冬儿之事要挟，你还算是人呐？玉娃，相信我，他的事我真的没有提。他们来抓人了！他们爷爷，桃儿，你快去换衣服，小球，快去开门。好，你跟在我身边，记住一句话，范爷爷不会害你的。开门！万大人，范先生，万某又来打搅了。万大人嫌命而来，怎么能说是打搅呢？难道先生已经知道万某此行的目的？事关
孙儿清誉，范某乐观其成。原来那位徐博士的病人果然有问题。徐博士怕连累范某，一番苦心，请万大人见谅。那那名叛党现在何处？老夫已将他置于后院。后院？老夫行医济世，理当救他一命，但是救得了他，就救不了我们一家人，老夫实在无从选择。不错，就是他，他就是唯一从密洞逃脱的那个漏网之鱼。啊，那不是桃儿，也不是老夫喽。冒犯之处，请两位见谅。桃儿，过来。今天不仅洗刷了你的罪名，也还给了冬儿一个清白。从此咱们可以清清白白的做人了，还不快谢过万大人？多谢大人。姑娘免礼。万大人，这尸体就麻烦你们了。不，不要。徐姑娘，你有何高见呢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？原来你们的好心都是装出来的！你们这群刽子手，我要把你们的秘密抖出来！冬儿已是清白之身，就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了。徐姑娘，在下见姑娘急于相助在先，哀痛欲横在后。现在甚至不惜出卖范老先生。姑娘，先别急着抖出他们的秘密，在下可否冒昧地问一句，姑娘与这叛贼究竟是何关系？